刚讲我们在这边哈、比如说小社团毕业播放快速电视 F5 对不对？你看一下这里，我现在用的这就是毕业，可是我们方向比较适应对不对？但是你如果说我标题这页不显示，你按下页它就会变成二开始。我们可以设定标题不显示哦，可是它就从二开始哦，怎么办？好，来我找我们刚刚做的那一个，你看这里也是一样，有没有？好，好，这个毕业在这里，那你从这边，首先我们先检视一下页首页，你可以先决定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的这里标题是不要显示，对不对？这个不占那个号码，其实不是不占号，但是不显示出来。好，所以你这个地方你可以先把它勾起来，好，检视里面的页首页，好，勾起来确定全部都用，那我这里就不会有。可是呢，页码还是算了，你看哦，虽然没有，可是我点一下，我们是从第二页开始，所以我们到这边来，在这里有一个档案里面有一个叫做版面设定，好，版面设定的地方，我按一下，有看到的吗？有没有投影编号的起始值？投影片编号的起始值？今天我是要从哪里开始？好的，安宁，零有没有？这是零吗？确定？我们再播一次看看，毕业没有？从一开始，对不对？那有时候你会遇到第二个问题，就是比如说没有两份简报，因为有时候你是整合各个科之后不同人的简报，有没有？我从 A 播完的，然后播 B， 那有两种情形，一个是简报的时候，就是那页码，我希望它是连续的；第二个就是，比如说你手上拿到那个讲义，有没有？我希望说另一款的那个页码是连续的，因为每次每个都是每一份简报一开始是都是一，对不对？那我如果说要这样，比如说我现在有第一份简报有十页，第二份简报也有十页，那我第二份简报呢，我的起始页数就从第几页？第十页开始。大家了解意思吗？那我在做那个讲义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把第二份简报 copy 那些 copy 然后贴到第一份嘛，然后再从一起用编码，我改动页首会。因为很多人就是你设计的版本跟我设计的版本不一样，贴进来就完完了。真的吗？我们示范那给你看。你看假设这个有没有？其实是可以啦，只是我觉得你要这样做哈，你会有比较多时间要花费在那个调整哈，所以我建议各位你这样子。也就是让我把它吃进来，它那个页码肯定应该都格式了，好，格式肯定会乱掉。接上，好，我现在贴过来了，有没有发现？这就跑掉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影片的设计度跟刚刚的不一样，所以说这样的效果你觉得怎么样？应该不是很好吧？而且你把它贴上的时候，如果你选择就是我在这边跟原来的格式一样，那这样是一个，可是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没有跑掉？还是要跑掉，你知道要重新调整，所以与其这样子你就是分开了，好，分开，不要把它两个混在一起。那你可以利用我们刚讲的那个别的功能，就是别的简报。我可以把播放的时候，比如说A 简报完了，我就再把 B 简报加进来，对不对？那当你播放的时候，它会带着那个数据播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因为我觉得我们有时候应该就是不同人做的哈，你要整合在一起很困难。那不如就让它小规小路，可是讲义我想要播的东西播就好了。好，那他也要改，好改啊，因为你现在把它放到你自己里面来，压到那个版型，跟那个版型，对吧？你再让阿米尔试着你给我就好了，这样我就会比较省事。好的，还有没问题？怎么样？还 OK 了哈。所以可能我们尽可能就是兼顾到大家，就是好，你有用过也好，或者没有用过，但是可能有一部分哈，会还是会比较偏向就是有用过、没有使用过，可能会有些问题的哈，可能会有些小技巧，也许会比较好使，这样子。